陈静，别抠屁股，行不行？都被我录下来了。来，开始吧，不要退得太厉害啊，然后退掉下去了。拉过去。怎么拉过去？来，我来。你站那里就是，你站在那个铁栏那里就好。你就站在那里啊，因为这里太危险了，小朋友不可以下来，不要去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这个已经退了，再给它攀起来。哇，我这个好高呀！再给它攀起来。找到头没有？你看我的这个拿不下来呀，我的拿不得翘翘呢，我的拿不得翘来呀，我的拿不得翘翘呢。干嘛这样子啊？这样子下面也可以遮一点啊，下面太阳不会晒进来，西晒啊。西晒是吧？对啊。起。这个我们房子。黑色是吸热的，对呀、啊，我知道黑色是吸。